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和教育部长德沃斯聆听着，在上星期发生于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的枪击惨案中，失去了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师的学生们的悲痛心声。我失去了和我情同手足的最好朋友。我来这里发生，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了。这不再仅仅关系到帕克兰，这是关系到美国，关系到每个城市中的每个学生。 在不同起校园枪击惨案中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提醒官员们说，在一九九九年发生哥伦拜校园枪击案以及五年前发生遇难者大多是六七岁孩童的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情况毫无改善。十九年前，因为我美丽的女儿瑞秋被杀害了，我经历了一部分在这里的这些人现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后说：“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五年来继续在发生。与会者要求阻止采取综合措施，以制止校园枪击命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措施包括学校提供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照顾、制定安全规章以及实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有些学生表扬了川普禁止让半自动步枪变成几乎像自动枪一样快的设备撞火枪托的举措。 但是他们说这样做的还不够。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具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国家也被拿来比较。一位学生指出，美国未满二十一岁的人买枪比买酒还容易。虽然与会者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想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部督促川普运用他的力量来做出改变。川普承诺会考虑所有关于让学校更为安全的想法，包括让教师携带枪支来更快回应袭击等等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做背景调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也一定会考虑类似那种想法。川普说，他下星期会和所有州的州长会面来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